Hello friends，我们一起来学生命的更新的舞蹈吧！希望你们学好之后能多多的在教会或是淫会的活动中使用哦。OK，get、okay, ready，阿美老师 take it over。嗨，大家好，那我们就进入到舞蹈教学的第一部分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拍一，我们右脚往前踩。二的时候，帮我往旁边指，二，然后三四，帮我拖回来。三四，然后五，注意哦，五的时候做这个动作。五，比一个五。 然后手抬起来，然后六，右手绕过你的头，我们一起绕绕六七八的时候蹲，OK，这是第一个八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五六七 go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第一个八完成了，再进入到第二个八，第二个八的动作呢，我们的左脚第一个拍子，左脚先往后踩，手打开，这时候注意哦。 胸口这里，我们要往上扩胸，往前顶。这个延伸四拍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在右肩跟着带过来，五六，然后左肩带过来，七八。好，这个把我们连在一起，从这里开始，来五六七，Go，一二三四，五六。 七、八，再进入到第三个八，三个八的停在这里。一的时候呢，注意帮我往上一、二往下抬，左脚抬起来，往下放左脚抬。三的时候往前绕一个圆，交叉之后四，打开。正面看一下手，它的轨道是这样子，交叉，打开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八开始，这里五六七 go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五六七八呢？你的右手往上画，身体翻正面，所以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手比一，手比一。好，我们这个八从头来来一次哦，来左肩带过来，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进入最后一个八，第四个八。第一拍呢，右脚往后踩，手帮我往上举，然后第二拍做一个 cross。 好，往下绕一圈，往内转，放，OK，再一次哦，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六的时候往后踩一步，五、六、七八往前推，七、八，然后这时候会延续拍子，所以我们会在往后做一个一二，一、二，OK，我们从第四个八开始哦，第四个八可能比较难一点，好，来一次从。 从往前画，来从这个一五六七，Go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八往前，七，八，一二往后，一，二，OK，这是以上四个八的教学完成。OK，Let's、okay, review，大家准备好喽，Five, six, seven, eight。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Good job，OK，<Okay. S 3> 好，来，再进入到第二部分的教学。首先呢，刚刚还记得上一部分吗？我们的一二是往后，一二。 然后三四呢，我们走两步回到原来的位置，三、四，OK。然后在五六呢，帮我绕我圈圈，五、六下去，啊七再换左边，八，OK。再一次哦，我们从一二往后绕来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OK。进入到第二个八。 第二个八第一个动作呢，往上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边我们会对歌词，它的歌词是在沙漠中的时候中，我们做一个交叉中，然后它开江河的开的那个字打开开江河这个、呃、有点难，江河我们做一个手的 wave，我们做一个浪波浪有两个小浪二，这是第三个八，所以我们这个对歌词哦，那五六七 go。 在沙漠中开江河。OK，这是第三个八，然后再来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远超过一切想。象，他是下做一个下律动，我们做一个蹲，手抬起来，脚往下蹲一，然后再做一个加油打气的动作，二，OK，再一次，五、哦、六、七、o 一、二，然后手往上画，然后踩回滑回原来的位置，想象。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拍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、就是后面两个八的教学。再来一次，我们从沙漠中开江河，五、六、七，Go，在沙漠中开江河。然后下一段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后一。 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、就是以上后面四个八的教学。Ready？Five, six, seven, eight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。我生命已被更新。 好，在我们舞蹈部分的第三部分教学。然后首先右手帮我抬起来，一二一，二，然后左手，三四一样的律动变双手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这是第一个八，我们再试一次哦，五，六，七，走，一二三，双手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好，在第二个八呢，右手帮我举起来，一，二，然后左手，三。 四，4, 然后接下来五六的时候，帮我往内画个圈。五、六的时候，围蹲右边，然后手帮我做一个平行。五六七八呢，头从右手，然后往上看，看到好像看到彩虹，看到彩虹，然后再看到左手。七、o 七、八。好，第二个八再来一次哦。五六七 o 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 在第三个八，你的左手呢，帮我往右边划过去，一、二，然后三四换右手，三四五蹲，这时候看好了，你的手放在你的下巴上面，五、哦、六的时候帮我往上推，六七八，因为他说抬头，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抬头的动作。再一次哦，从这里开始哦，五、六、七，o 一二三四五。 六七继续，and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蹲，六七，八，OK，再来，手呢？抬完头之后，你的右手帮我往外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脚步就做踏步就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，然后配合你的右手跟左手，五六七，Go，一、二、三。 是，最后在原地往下蹲，然后手滑下来，难过，所以会像流泪的感觉。OK，这是第四个八。再一次哦。我们从这里开始哦，抬头、哦，五六七，Go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OK，这第三部分的教学就完成了。Good，好的，现在是副歌的部分喽，大家准备好。Five, six, seven, eight。 在我的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让我抬起头，不再绝望难过。All right，在进入到舞蹈教学的第四个部分，最后一个部分喽、哦，大家加油！从头动作的第一个八，我们的右手摸在你右肩，一，然后到左肩二，然后再反过来。 三、四，OK，四拍再凑五六七，Go！一二三四五的时候，帮我停在你的右肩。五、六七八的时候，把这个东西化开。六、七、八，我们来从头做一次、哦。五六七，Go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OK，再来，右手抬起来，第二第二个八一。 二三转圈，四五六七八，总共转了四六六排。再来之后，从这里开始、哦，五六七 go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再来做一个动作，往手往外，右脚往外跨，你的左手往上，像做一个扩胸的运动。所以右脚配合你的手，七 go，一。 二、三、四，OK，四拍在的时候，五、六、七，Go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时候画一个圆。五、六、七，七的时候指自己，就比我，OK，从头连在这里哦。五、六、七，Go，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OK，第三个八，最后一个八来喽。 手帮我做这样子，挥挥挥，然后帮我蹲往下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OK，再做五六七 Go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再来最后往前走，右脚踩，左脚踩，往后转。最后他说回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头往右边回头看，OK，再一次哦，从这里哦。 五六七，g o 走！一二三四，右脚五六，左脚七八一，回头。OK，以上第四部分就教学完毕。OK，You're、okay, almost there，准备好喽。五六七八，挪去我的伤痛，解开灵魂的枷锁。 生过了旧的我，从此不再回头。Good job, everybody！记得把你们团队练好的成果影片上传到 Instagram 上面，然后记得 hashtag HM 或者是生命的更新。 田云收到之后会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分享你们团队的影片哦。阿美老师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必要从头再来一次？非常需要哦，<laughs> 你们 OK 吗 <Yeah. S 2>？OK，那我们就准备来跳哦大家一起来哦。Five, six, seven, eight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。 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。我生命已被更新。 在我的人面前，你为我百设宴席。你让我抬起头，不再绝望难过，抹去我的伤痛，解开灵魂的枷锁。 胜过了旧的我，从此不再回头。OK，如果呢你们想要看完整的音乐版本，请在我们的 Channel 里面来搜寻喽！大家一起加油，Go！